小螃蟹，你把我要来采访你了。小螃蟹的口罩这，首先不肯摘下来口罩。问一下，这是你第几次来北海道啊？这是我第，哇，第五次还是第六次？应该是第六次。嗯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这个温度。哇，这个雪，这个风，还有这个水声，我太喜欢了。就是现在这边雪。这边的雪还不是特别多，要不然的话这个路面上按理说都会就盖上雪，然后这边的这个、为什么会有像防波堤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按理说应该是什么情况的，这边的三座雪山可太好看了，超级凶的。小螃蟹们你等一下吗、求你了，我现在不想摘口罩，太冻脸了，求你了。行吧，你这个理由我就原谅你了。这次呢，冬天来北海道，我要满足一下小螃蟹之前，没能满足他的愿望，他特别想去小樽。我们2017年来的时候，因为一些安排方面的原因，没有能够让他去小樽，他一直特别遗憾。啊，我们后天就会去小樽，然后呢，明天是洞爷湖，洞爷湖也是小螃蟹强烈推荐的，他自己特别特别喜欢，说一定要来看一看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洞爷湖了。就我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也来了好多次北海道，自己的心态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最开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，前面那次我对于我来说比较著名的那个北海道 vlog 电视剧，其实它的动机呢其实也是拍出好看的照片和素材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次数弄多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自己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，就是这旅程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重新思考一下，旅行呢应该就是要开心吧。就我现在也不太追求要拍出好看的风景照片了，就是顺其自然那种感觉就行。所以这一次的心态啊真的还蛮不一样。这其实也是近些年来我的摄影价值观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。以前摄影对我来说就是追求不断拍出绝美的风景照，但是现在呢，摄影对我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我开始重视风景和我自己的关系，而不再仅仅是追求画面的绚丽。这次来到北海道，我带上了妈咪亚，还有足足五盒胶卷，想要拍下我心目中的雪国。所以这次的北海道 vlog 会有相当一部分的胶片摄影内容。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植物湖畔。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植物湖的日落是没够看到，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去洞爷湖那边，开过去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吧。然后这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专门走之前查了一下北海道美食，之前真的就为了拍照片，其他的一切体验都被忽略掉了。总之就是这次内容会和以前不太一样吧，可能也不会做成连续剧那种类型的，就是全程就顺其自然这种状态。好了，哇，说了好多啊，这个开场白，我们出发。我们在往洞爷湖走的路上发现了路边这么有一个这个建筑物，真的很有特点啊，它叫什么蘑菇王国。看看这个蘑菇王国里面有啥，我现在可是非常饿。我去，这是什么蘑菇，有没有认识？这也太屌了，从来没见过，这啥？小螃蟹整个干栗，天津干栗，全日本到处都是天津干栗。我觉得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中餐。中餐我也喜欢。这边有一些什么炸串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有烤串，然后还有那个蘑菇汁，点了这么一个香肠，这个香肠叫什么？行者味，这是什么鬼味道啊？然后它这边的特色蘑菇汤，好吃，哇，好好吃啊！让我想起来之前在那个硫磺山底下那个商店卖的，味道很像。尝尝它这边特色的蘑菇汤。嗯，哇，很香啊，真的很香。这碗蘑菇汤182，还是个不错的。这个太多了，我感觉在东京那边买这么多蘑菇，
一包也要一两百日元。小孩过来给你看，看个东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居然还有蘑菇收获体验。蘑菇是长在罐子里的吗？这边有那个长在那个是什么泡沫吗？还是什么专门发蘑菇的这个？天哪，他们居然还搞这玩意儿，真的是太一条龙啊！这家蘑菇王国里面的蘑菇汤呢，我觉得蘑菇的新鲜程度可以打九分，味道呢可以打七分，然后那个香肠的味道也可以打八分。小王，这黄色羽绒服可太好了，买的太好了啊！那不是我好看吗？是的，小王好看。吃完了这个蘑菇的王国，我觉得大家如果以后路过可以过来吃一吃，还行吧，作为一个休息站。它里面装修的这还蛮有意思的，然后如果正常营业时间可以体验收获蘑菇，我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拔蘑菇的感觉吧。哇，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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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前往洞爷湖。好像在放烟花，现在哦，为什么还会放烟花？再去看吗？还是回酒店都行，我都行。那边是湖吗？对啊，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天哪，那边好嗨呀、啊！哇，哦，好像是从这边过去一个地方，好像真的放完了，所有人都回去了。是真的放完了，人都走光了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真的人都走光了。洞爷湖是小螃蟹的回忆之地。小螃蟹之前和我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女伴一起来玩。你那次是住在这一溜子吗？还是别的地方？嗯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应该是又有点像这儿，但是好像又没有这儿这么繁华，好像就是这边。哦不，没有看到烟花，回酒店啦，回去泡温泉。在回酒店路上，居然遇到了一个免费的足汤。小螃蟹要入狱了吗？水怎么样？水热的吗？水热的呀。舒服不？再热一点就好了。还不够热呢，看来。啊，这是热的，这是热的。哦。哇。呜呜呜呜！哇塞！确实，我也希望这个水能更烫一点。我看一下这下脚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这个，因为我这个是腰屏，我得从下往上拍，显得你下巴大。这样，蹲下来可以。走，我们去洞爷湖边看看。你说啥玩意儿？你是想蹲的时候，要是有这么好的天气，还是在哪？会的，会的，会的啊。没有一直在拍呀、啊，我这路上都是冰，我好怕呀、啊。那我给你拿吧。太虚了。酒店旁边就有一家711，大家看这边的雪有多厚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厚了，我去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好棒啊。早饭，过来仨人给我服务，给我整懵了，我都。这么厉害呢？我要了一个鸡 ，Nana Chicken， 然后呢？不是你吗？然后他跟我说，哎 ，Nana Chicken，Nana Chicken。对呀、啊、，Nana Chicken。哇哦，这个太棒了！正前方就是洞爷湖。
洞爷湖的清晨，太漂亮了。吃啥呢，小螃蟹？苹果。给我吃一个。嗯。给我剥好一个。嗯。嗯，你看我现在呢，想要拍一下。嗯，我这次来北海道呢，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要，拍摄一组，旅行的作品，用照片来拍。这次带了妈咪啊，原因就是因为哈苏太不靠谱了，就是在冷的地方零度它就不行了。妈咪啊，一定没有问题啊、哦，记住我的这句话。好，现在我来抓一下胶卷，小凡来帮我拍一下。小凡让我的胶卷过了安检，我现在只敢用这个160的，160问题应该不会太大，因为它感光度很低嘛。真的是撒西布里，用我的妈咪啊，妈咪啊是真的靠谱。希望我不会把胶卷上反，太恐怖了。这个很容易上反吗？反正我第一次不是上反了，非常尴尬。反了就废了一卷是吗？嗯，哦，我现在这个应该上电池的，这个电池我给拔出来了，没带过来，在车那边。先上上手动吧，手动。OK， 这边这个窗子这儿，待会儿就变成一。OK， 现在可以拍了。然后呢，大家不是很好奇吗？来，把这个背上。哎呦，哎，到后面，大家不是很好奇吗？我是怎样来拍这个取景器的？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卖的支架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拼在一起。这是那个一个魔术币，然后这是一个手柄，然后这是一个扩展的，反正就瞎拼嘛，拼了起来，然后把手机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现在，把那个打开，我现在这边已经打开录制了。哎，这个有点不稳。喂，喂，小螃蟹，你坐到这儿，我给你拍一张，好不好？你坐这椅子上，我给你拍一张。你测光半小时，准备。小螃蟹开始嘲讽我了啊！为什么坐这么端正呢？笑笑。哎，你为什么等我说话的时候拍？你站在旁边，想再给你拍一张，站到那边去，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人，走。你再看看吧。英子。哦，这来个全身的，蛮好的啊。对对，你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老好了。哎呀！哈哈。对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对对对，然后到栏杆那边去。啊！小螃蟹太好看了，越看越好看呢。你说我还是说风景啊？小螃蟹，走吧。特别阳光。这个洞爷湖旁边太棒了，我要去拍点照片。小螃蟹能下来吗？下来吗？也太好看了。我这衣服吗？嗯，好吧，好。像不像个癞蛤蟆？
卷拍完了，好快呀！我的妈呀，太快！哎，柯达的这个胶卷真的是，为什么非要设计成让人舔呢？不能像富士一样吗？舔完舌头都是绿的，还是妈咪呀厉害啊！这个在北海道现在反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现在北海道不是很冷。现在白天倒是还好，其实我估计白天就零下五度，这儿可能零下五度左右吧。Start。电动后背就是棒。来测一下光，给我测一下光。小文加油！小文加油！加油！小还可以啊，非常有天分，跟我去爬雪山吧。最近咪咪が遠くて，靠！我还有机会吗？有，走。下面开始进行技术总结。我在明知道前面有弯道以及有树林的情况下，还是选择了让无人机自动跟随飞行，所以酿成了炸机的这个结果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小螃蟹也不会开飞机，也只有我能开车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找到的一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的名字叫做黄溪停车场。我们是从洞爷湖前往那个巨乐湖的路上，然后这边是在一个山上面。哇，这个停车场简直就像仙境一样，而且这边车现在特别特别少。看，现在在这停的就只有我们的这个小破车。像哇，这个地方太纯净了。我们发现了一个应该是天然的免费的泡脚的地方，就叫足汤嘛。然后这边停车场人还蛮多的，我就看在林子里面有一个小房子，去看一看是什么样的。哇，北海道真的好多这种逆汤啊，这是偶然撞见。小胖海，这里还是游步道哎。我的天哪，大正地狱，大汤沼地狱呢。哦对，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那个登别地狱谷的附近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登别市了。哦，这个也小心了。
小鹏你咋那么灵活呢？你是一个灵活的胖子。哇，这个地方好美啊，香着呢，真天然温泉。不是这个房子不是的吗？应该在那个里面吗？那个是哦，好像就是这样吗？还是看这个房子，啊、看这个房子里是啥？啊，就这儿，就这儿吧，肯定是这儿。打不开是吧？啊，不是，那再往前走一走，这儿人建这么多，肯定有的。是这儿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哇塞！像那个薯条味的硫磺味，这老滑了，你小心，特别是硫磺。那我先单手拿稳定器好了。这边。这干啥了？这是坐着的。还有这玩意儿呢？这是坐着的。完全免费。完全这边的。哇，这个汤的颜色好好看啊，有一点蓝色。来，小盘，来评测一下这一个毒汤好不好？啊、会掉下去吗？不会的，咋会呢？不热呢。不烫啊？不烫不烫。温的吗？甚至有点凉。有点凉？就是大概三十五度左右。啊。就是比我的体温还要低一点点。哦。难怪没啥人泡呢，哈哈！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棒啊！哇，这个真的绝了，这个真的绝了，这个地方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螃蟹，你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值不值得大家来？小凡沉默了，小凡回头说不值得。我可以来，就是很放松嘛。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就是在这儿坐一坐，聊聊天，就很舒适、很开心。对，可好了。这个温泉的颜色也很漂亮。但是你行，你不能着急，你到时候去打卡，是把所有的点都去。这也是我这次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你觉得哪里？我的心态变了。哪里开心，你就在那里待着。对。放松自己。对。其实，你看，如果说就为了拍到一些什么照片，当时拍到的肯定很开心嘛。但是你后来回想起来，后来会想，后来看到照片也觉得很急啊。就是你一定要得到些什么，要不好看的照片，要不然就是放松的心情。我这次就打算完全放松，有啥好玩的就玩啥。也不用特别急着打卡。我们今天本来啥计划呢？是打算本来是1:30就应该到这旁边的，然后现在已经3:30了。这路上有太多太多，就是值得下车去看一看的地方，然后就果断停车，我们下去拍了拍，真的太棒了。这边呢是有一个湖叫做巨多乐湖，然后那个湖它的形状特别特别像你的名字的那个圆圈的那个湖，所以呢我打算去航拍一下。现在这个点也差不多吧，可能也刚好比较合适。如果是正午的话，光线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看。现在太阳其实是金黄色的。小心啊，马哥啊，小心，撮れました。あ、地元の方ですか？横浜？あ、東京です。あ、
提到他巴塔里，哎，后面遇到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刚刚也在前面，在我们前面泡脚，然后我还以为他们是当地人。我们本来打算去有一个叫大堂沼的地方，看起来那种地方人应该会很少。然后旁边不是登别绿谷吗？我之前就没有想来，因为我会觉得人会特别特别多。现在呢？啊？那是登别绿谷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。不是，就我还这样说呢。然后没想到登别绿谷人也很少。再看我们现在这登别绿谷的停车场完全没人，好吧，没有人就过来看一看。大堂沼那边上去的那个路封了，现在不让过去了。这乌鸦太嗨了。这乌鸦的声音太厉害。我看一个牌说是地热注意，小白你摸一下，你看这个地热不热？哎，烫手呢。你现在就装了，你摸一下，你装你太像了。烫手，你摸一下。我看看。小螃蟹太会骗人了。哇！呜、哦！这好酷啊！哇！这个地儿还挺好看的呢。游步道有吗？这能进去吗？这个里面其实是有游步道的，但是在冬季是禁止通行。这边的地形形成大概是在15000年前，因为火山活动熔岩融出了这片山谷，然后这个蒸汽的活动大概是从8000年前开始到现在，好像都一直是这样，真的是颇有一种地狱的感觉啊。接着我们就去到了巨多乐湖，也就是之前我说的像是你的名字的那个圆形的那个湖那样的地方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那边冬天也是禁止通行到湖边的，所以说只能从外面用无人机飞进去看了一下。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太阳已经接近落山了，现在是这种蓝色的色调，也是蛮漂亮的，但是也可以同时想象出来有阳光照射出来的样子。这边真的非常像你的名字那个湖，对不对？非常推荐大家来。如果说在冬季之外能够开车到这个湖附近的地方，然后找到一个小小的山包爬上去来航拍一段，绝对很赞啊。